大家你好，我要介绍一下我的名字佛里阿，我今年32岁，我的身高158公分，我的体重73公斤，我的新娘回家，我的学历高中毕业，我住伊犁加瓦莱德，我离婚了，我没有小孩，我有10个兄弟姐妹。我以前在工作在台湾2年，工作照顾别人，我爸婆，我不可以做主咯，但是我可以摩根做主咯，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佛里阿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32岁。你的身高多少？我的身高158公分。你的体重多少？我的体重73公斤。你的学历是什么？我的学历高中毕业。你的新娘是什么教？我的新娘会教。你结婚了吗？我离婚了。你有几个小孩？我没有小孩。你住哪里来的？我住伊犁加瓦莱德。你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我有10个兄弟姐妹。你有工作经验吗？我以前在工作，在台湾2年，做事不超过别人。你可以自主了吗？我不可以自主了，但是我可以我跟自主了。你怕不怕口？我怕口，谢谢。